人来人往的乌来老街打着舞台灯光与音效，一群泰雅族年轻人用整条老街作为人群剧场，以快闪的方式演出泰雅族灵鸟希利克的神话故事，吸引群众目光。我觉得非常棒，就是以后可以多举办这些活动，然后吸引很多人，而且继续保留这些传统文化。我回来十年没有看过这个舞台剧是这么的特殊，它是用老街的方式，而不是舞台的展示方式，我觉得好赞。除了快闪演出神话故事，也融入街道歌舞与民众互动。新北市原民局局长表示，希望借由台湾首创人群剧场演出方式，更快抓住群众目光，让他们快速进入泰雅族的神话故事，让民众重新记忆乌来。我想大家很好奇，何谓人群剧场？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人都共同见证跟共同参与了这个剧场的演出，我们就透过金波瓦纳、马拉克、无赖，在这样一个现代空间当中，看到了传奇，看到了远古，看到了历史，再次记忆乌来。20、21号晚上，人群剧场在乌来老街免费演出5场，除了故事展演，也即兴跟观众互动，希望能将泰雅族灵鸟神话用肢体乐舞展现，拉近观众距离。记者亚本大陆 WU 新北市乌来采访报道。